这个位置。那我们一开始呢，就是由此开始嘛。那一开始呢，我们就从这边开始啊。那一开始呢，如果我们掷骰子呢，知道是两个四的话呢，这边都有写哦，德才通章四个字。那两个四呢，我们对应到的是这个德。那我们每个格子上呢，都有写德才公章，德才公章这样子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刚刚知道的是两个四嘛，就是德。那德的话呢，告诉我们移动到岸手。我们就可以将棋子移动到岸上这个位置，这样子。那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那继续掷骰子。那比如说我们知道两个六，那两个六呢，我们对应到的是财。那财呢，它告诉我们移动到秀才，我们就可以将棋子移动到秀才这个位置，这样子。那最后移动到太师、太傅、太保的就赢了。对，简单的就是。